这个眼睛都不爱眨，就生怕多眨一眼少看一眼，就几乎半个人类在朝圣这个人。我跟你讲，你别以为就是现在这个镜头里面的这一代人他们特可悲，恰恰是在这个镜头里面的这一代人现在在创造中国的新的历史。所以我叫你们来就是要培养你们从现在起要告别今天，你们要有情怀，要被那个年代的东西要能感动。你们靠近了那个年代，你们等于靠近了我的内心，就是我内心的桃花源。金柱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，年礼平身。演员管理规定，所有演员应以剧组为家，要共同维护大家庭的共同利益。一、体验生活阶段，所有演员没有假期，不许请假。二、体验生活期间，所有演员上交手机，不许擅自以任何形式与剧组无关人员联系，以保证体验生活。